normal.这道菜就是用那种脆脆的，然后上面是那个奶油，就是腐乳，然后上面是那个奶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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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上面
说一下。对，是多少人他就是。这个油的温度融化这个黄油，然后又吃到很奇妙的口感。什么特长啊？真正的吃货是不会在任何一个事情上浪费时间，包括扒虾。你看，虾线还在这儿。没收入。一种昂贵且美妙的食材。我吃不习惯海鲜，我觉得像什么食物烧焦了的味道。老哥很清淡。